谢谢大家，要全忘。赶紧回去，赶紧回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赶紧回去吧。想对蔡卓宜说，通过这个节目，你可以变得更好的。不要伤心，不要气馁。鼓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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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鼓励。来，鼓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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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主题曲中心是最不容易获得的一个位置。哇，粉色！哇，超好看！从第一天就在想这个颜色的衣服，终于啊！第一天就在想这个颜色的衣服，终于啊！那现在主题曲中心位的选拔正式开始，有谁想主动第一个来的吗？你先来哎，由我去吧。下一位训练生，我的第一句词是什么来着？对不起老师。下一位，谢可寅。这段阿卡贝拉，哎，拼命，太帅了吧！这什么拼命看？跟我一起吧！天哪！拼命。接下来我们开始投票，请大家把你们手中的贴纸贴在你想选择的训练生的身上。现在来公布一下投票结果，票数较高的是刘雨欣，刘雨欣，刘雨欣和上官喜爱，究竟谁会是主题曲的中心位？刘雨欣，好，大屏幕再切一次，谢谢导演。恭喜刘雨欣以26票成为《青春有你》第二季的主题曲中心位。同时刘雨欣也获得了给青春制作人送福利的机会。大屏幕什么有那么一瞬间，这是真的假的？就感觉800年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。我觉得他配得上，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我觉得他强，他就是可以当 C。 他那个 killing part 当时真的有惊到我，
就整个人气场就特别的充足，能点燃全场的那种感觉。他中间做这个的时候，我特别想着喊妈妈爱你，舞台给我的震撼力很大。真的假的？他们会喜欢我的花手？我真的是对刘老师是因为很敬佩他的实力所以去选的。已做好决定，想拍了，上上，对了，然后转过来上，对了。我综合各方面，他的实力和他的就是人品、性格，然后包括他还很全能，他不只是跳舞，然后唱歌，然后又作词作曲，他是让我觉得特别佩服的一个人。在我们109个人的眼里，你就是应该站在中心点的那个人。他可以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舞台的决心。好好准备这一次的表演，不要留下遗憾。嗨，青春制作人们，我是刘雨欣，接下来我要为大家送出中心位的专属福利。感谢各位青春制作人们对我的支持，大家可以关注榛果粒官方微博，加入蒙牛榛果粒青春福利社，解锁这份福利。如果没有得到也不要灰心，我为大家准备了10万瓶花果青乳，请大家喝，一起庆祝一下吧。